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素食店是美国人最爱的饮食方式之一。但是最近，美国一名前素食店员工在网络 PO 影片爆料，其实饮料大、中、小杯的容量都一样。影片被疯狂转载，引起轩然大波，但也有网友质疑影片的真实性。综合媒体报道，美国网友 Raymond 自称是美国连锁素食店 Jack in the Box 的前员工，在推特 PO 出一段影片爆料小杯装有满载的深色液体饮料，接着分别将小杯饮料的液体倒入中杯子和大杯子里面，结果竟然可以几乎完全填满。影片随即在网络上疯传，有网友直呼不会在该店购买大杯饮料，但也有人怀疑影片可能作假，完全无法看出中杯子和大杯子里面是否已经装有液体。另外，有一名自称素食店员工以清水做实验，最后显示每杯的容量都不同。FARLLYB Finessing Power SLN AOLPIC Twitter com 6 LMKK Julie ON Raymond 8 Franco 713 2017年11月19日 Pick Twitter com XDR JNPWY Dimly at Dennis 2017年11月20日